你好朋友，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这个视频，我发了这么多视频了，从来没人给我点赞，也没人给我评论。那是叮叮来叮叮好久的班为民哎，兄弟，这块料子怎么扔到鱼缸里面去了？哇，这是一块废料，都丢里面好几年了。哟，有点可惜哦。你要喜欢你就拿走吧。都不开门了，料子也没有，这个手电都生锈了。哎呦我去！哎，老板娘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这些料子还要吗？这些不要了，没什么利用价值了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块料让给我们，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可以啊，你看着给嘛。那就谢谢老板娘了啊！啊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捡到的是一块废料，还是一块合格厨师材？我们一起拭目以待。小英，这块料子就这么丢了？哎，那块料子啊，黑不溜秋的，我觉得没什么用。